客家委员会敬邀相亲波荣光临台湾客家乐的系列活动，为回馈相亲所安排的免费演出。今天晚上七点钟在洛桥中心有台北文和传奇戏剧团客家大戏武打擂台公演，有国语字幕。在艺文活动之后呢，再来为您介绍车子。 为了要让更多的民众体验感受现代汽车的绝佳性能、先进科技配备以及舒适的车室空间，现代汽车在上个星期六、星期天举行了试车活动，提供免费的试驾全新的车款 ——2015 的 Sonata 和2015的 Genesis，同时呢还赠送15元的超值油卡。 啊，大家好！北美现代汽车呢，今天在全统广场的停车场举行一个试车的活动。然后这次我们又带来两款一五年全新改版的现代汽车，一个是中型豪华房车 Genesis，还有一个是现代汽车卖的最好的中型房车 Sonata。 在活动的现场当天，除了十五元的超值油卡之外，现代汽车还提供了五百元的新车折价券，让未来的车主在购买或是租赁现代汽车时，享有额外的五百元的优惠。而当天现场还有多台现代汽车二零一五的 Sonata，还有二零一五的 Genesis，供民众驾驶，让民众可以亲自感受到现代汽车的美丽。 二零一五全新的 Sonata 是一辆以您为思考主轴的房车。本集具首见的全自动智能的行李舱盖，还有后侧的车窗手动的遮阳帘幕，就是现代汽车落实人性化革新的最佳证明。而全新的 Sonata 领先时尚的车身设计、创新先进的科技配备，以及面面俱到的整体安全，处处都为您的生活增添了无限的精彩。 天下卫视陈明贤采访报道。